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看考选部今年首度与基隆市政府合作办理预备文官团训练，团员到基隆市政府接受六天实务研习，基隆市长林佑昌出席结训典礼，期勉团员们一起为城市的未来努力。想证明的是有能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希望，然后我们可以改变一切。出席考试院与基隆市合作办理的预备文官团训练，基隆市长林佑昌畅谈城市治理经验，如何让过去三高的基隆从原来的丑小鸭彻底蜕变。我刚上任的时候，基隆是失业率最高、离婚率最高、自杀率最高，全国最不快乐、最不幸福，负债率全国第三高，负债124亿多，负债比例47.36%，但只有经过6年的时间，我们的税收一样没有增加，但我把负债从124亿，昨天最新的数字只剩下不到68亿。强调除了决心，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台下21位预备文官团学员日前结束到基隆市政府6天的实务研习，结训前分享心得，对未来目标更坚定。督发处的公务员们，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开会，一起去现刊等等。然后我就感受到他们做公务员那种态度，就已经不是以往社会观感那样子的认知，他们是很认真，他们是很对他们的工作是很有热忱，对基隆是很有规划的，所以我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对我之后的想要考试的动机有更加明确。这样可能就有想要考公务人员，但是可能因着外界的一些看法啊，或者一些现在一般人觉得啊，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自从进入到督发处这基隆市政府，现在的基隆市政府以来，我觉得更坚定这样的想法，并借由大家的一个力量，其实有优秀的人才投入到政府的机关里面，这个是国家之福。那所有学员其实都非常认真，然后而且也非常的努力，都很优秀。那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比如说参加国家的考试，或者是在这个各行各业的服务，我想都可以为整个国家社会来做出贡献。考试院首次举办预备文官团活动，与基隆市政府合作，招募来自12所大学不同系所团员举办研习、实务研习、专题竞赛等，鼓励年轻人发挥创意解决地方问题，报考投入公职。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在孩童们未施打疫苗前，口罩还是最好的防护。因此，立法委员蔡适应、市议员陈仪号召立体口罩工厂及善心人士一起捐赠30000片的医疗级3D 立体口罩给校园学童，增加孩子们的防护力。请问自治市长，今天得到的口罩戴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很好戴，然后呢，戴起来不会感觉到我们。就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这样子呼吸比较吸得到空气，不会那么闷热。在学校上课不是只是坐在学校听课而已，人跟人的同学间的彼此互动，或者上体育课，其实也是会大量的呼吸，甚至流汗等等。在这情况之下，3D 立体口罩比你一般的口罩，让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或者运动性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加的舒服。立委蔡适应、市议员陈仪号召基隆子弟创业开设的医用立体口罩工厂新安卫材公司，并且联合嘉格建设、宝信国际公司一起来捐赠30000片的 3D 立体口罩，给我们基隆市的国中小弱势学童，来增加校园的防护力。而教育处代表科长以及深美国小校长陈建文都表示非常感谢。这个武汉病毒呢，从去年一直延续到今年，明年可能还是会继续。那这个病毒呢，它不断的在演化，不断的在进步。从早期的 R0 值大概是2到3，到现在 Delta 已经到5到6了。从以前我们所认知的飞沫传染，到现在它已经进化到会气溶胶的传染，这个是已经被验证了。所以当病毒它在进化的同时，我们所佩戴的口罩也要想办法跟着一起进化。
这就是我做立体口罩的由来，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佩戴更好的口罩，特别是密合度更好的。好，就是说我们追求的气溶胶的防疫已经不是单纯的过滤效率的指标，还有更重要的指标叫做密合度的指标。这就是我做这个口罩的由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非常感谢蔡委员还有黄总经理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我们公司长期以来都在做一些公益的活动，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参与，真的是非常的我们的荣幸。那最近这两天，不论是新北或台北，都纷纷由学校停班停课。那我们当然很担心这样的Delta 病毒传染有可能传染到基隆地区，让基隆学子不但有感染到病毒的风险，当然也有因为这样而停课失去上课的一个机会哈。那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这几家公司，黄执行长、林总经理哦，他们还有黄小姐他们的三家公司，愿意能够来集资，然后来捐赠基隆市我们这样的一个立体口罩。那我很感谢，原来他们当然是捐赠20,000片啦。那后来在市政府有在说明之后，他们决定加码，直接捐赠到30,000片，让全基隆市的中小学学生应该都在这个保护的覆盖力里面。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实在是相当的蔓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那戴口罩呢，的确是最好的防疫的最基本的工作。另外，立委蔡适应也表示，他在立法院会督促行政院来加速疫苗施打的进程，让学生们可以尽快来接种疫苗。记者黄日升采访报道。基隆市议员庄秉钧特地结合庆兴商店古早味干妈店，发心向各界募集到的普渡民生物资分送给弱势家户的民众，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基隆市议员庄秉钧带着发起募集普渡民生物资的庆兴商店古早味干妈店的陈群宪以及王伟文等人，亲自拿着结合社会大众爱心的普渡民生物资，先骑车后步行，一步步走上陡峭阶梯，到住在山上弱势民众家中送给他们，希望可以在疫情冲击下帮忙他们渡过难关。我们庆兴商店已经跟秉钧在上个礼拜日的时候已经有先发放了20份给我们基隆的弱势团体，那我们这几天会再持续发放下去。那也感谢我们庆兴商店，我们古早味干妈店，那他们自发性自主性也募了将近100份的物资，就是想要跟秉钧共同来去关心我们基隆的弱势家庭以及有需要帮忙的人。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庆兴商店我们的这两位帅哥一起来去共同关怀弱势。其实第一个，我们把物资发放给他们，我们可以实地来去勘察，看一下有什么我们需要帮忙的人。第二个，其实也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基隆有很多需要帮忙的社会大众，我们也希望更多人一起来做爱心，也借由实地勘察，真正了解知道他们的需求，然后来去给予帮助。因为从小家里就是也没有那么好过，然后也是受到 社会的帮助。那其实今天因为我当职业军人，那有一些能力，然后就想说找秉钧议员，然后一起看可以来送一些物资给需要帮助的人。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关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对，所以我就呼吁大家有能力的人可以帮忙一起做善事，然后一起捐赠需要帮助，我们真需要帮助的人。由于许多弱势家户民众都只剩下长辈在家，离开家中上山下山行动上都不是非常方便，更何况是在大热天必须扛着有重量的各式民生物资回家，更是不方便。因此对于张秉钧等人将物资亲自送到家里面，都非常感谢和感恩。记者吴俊松机动报道。中山高暖暖交流道往暖暖地内方向的暖暖二号桥伸缩缝落差大，又是下坡路段，民众开车经过这里都会有飞跳起来的感觉，因此被当地民众戏称为飞鱼路。基隆市议员林敏诗接获民众反映，邀集市政府公务处会勘，并暂时性的铺平伸缩缝，让车子经过时不再感觉飞起来。
中山高暖暖交流道往暖暖地内方向，经过暖暖二号桥，总共有五个道路路面伸缩缝，常年以来落差大，又是下坡路段，民众开车经过这里，车子都会有飞跳起来的感觉，因此这里又被当地民众戏称像飞鱼飞跳起来一样的飞鱼路。基隆市议员林敏勋接获民众反映后，特地邀集基隆市政府公务处人员会勘，并且已经暂时性铺平这几个伸缩缝，让车子经过时不再有飞跳起来的感觉，也获得许多开车民众的肯定。因为这一段从高速公路下来，往那个地内往暖暖方向，还有往过港的方向，其实是很多我们上下班的民众只要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就会知道到家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车子会飞起来。那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每次高速公路下来这个地方啊，这个暖暖二号桥，它的这个路面的 AC 跟那个伸缩缝它的那个高差过大，那所以车子在经过的时候，因为这边下来速度又会比较快一点，那车子就会因为那个高差造成这个跳动起来幅度非常大，那所以说会感觉到整个车子好像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拥堵的环境。那在我们今年办个会刊那在公务处这边那规划这个经费之后，我们现在目前先做暂时性的修复那将这个伸缩缝以柏油路面 AC 的方式把它铺起来之后，跟这个原本的这个 AC 的同高那让它感觉是整个是非常平顺的一个道路，那经过的时候振幅也会比较小所以说大家应该这两天回来的时候有经过这段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别感觉说好像哪里怪怪怎么不一样了，就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车子没有跳起来了。林敏勋也强调，未来将会争取这整段路面重铺作为暖暖区的示范道路，因为成为示范道路后，市政府会严格控管开挖路面的申请，维持整体路面的品质和安全。这个只是暂时性的短期的修复，那长期的修复在这个明年我们一直在议会不断的争取了这个远远路的示范道路那我们现在等最后一段污水管做完之后，明年就会来主推这个远远路的示范道路，那这一段也会是这个整个示范道路的一个重点之一那我们会要求这个整段暖暖二号桥这整段的路面要重新再做一个设置，然后重新刨除，然后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用路环境。那我们希望比照现在市民其实都有经过这个麦金路跟这个南龙路这个路面比较还办理，不只是下来这段补我们连上去高速公路的这一段整个暖暖二号桥的双向都有做这个暂时性的修补。那未来在远路示范道路主推的时候，两边也都会全部做一个改善。不过林敏勋也提醒开车或骑车的民众，就算路面变得更平整更安全，经过这里时也要注意速度不要太快，才能维护自己和别人的行车安全。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十一月地价税开征，相信民众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节税省荷包。以下是最新的税务情报带给大家。今年地价税将于十一月开征，相关租税优惠规定民众不能不知。土地如符合自用住宅条件，请记得一定要在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今年就可享税率优惠哦。财政部提供线上申请的服务，即使受疫情影响也不用烦恼，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线上申办方式完成申请。各位观众一定要把握9月22号前申请，错过等明年咯。美丽基隆影片甄选暨摄影比赛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充满着梦想、未来与无限可能。今年我们以 A City Full of 为主题，用影像来说故事，分为影片甄选、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还在等什么呢？快来参加，详情请洽活动官网。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先生，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你想想，怎么可能嘛？等一下，那至少身份证上存折要还给我吧，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你们这样不行，我要退费。喂喂，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喂，求职防骗，请记住3要7步。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关心市政自会来节目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基隆第四频道关心市政自会来。
欢迎回到中嘉新闻现场，要带你来看灿树台风来之前，基隆万木山海星游泳池一大早还是有泳客。基隆市长林佑昌召开灾害应变会议，指示市府各单位做好防台准备外，另外卫生局也发出简讯通知，12号疫苗施打延到13号。灿树台风来势汹汹，基隆万木山海星游泳池11日上午出现不少泳客前来运动，就怕台风来游泳池会关闭，先来做运动。伊即卖啦，海水有来灌，阮都无收啦，啊无来灌，阮都收啊。在基隆渔港部分，不少渔船开进了基隆港躲台风，就怕台风来袭，船只会碰撞。大陆渔工纷纷上岸躲台风。基隆市长林佑昌11号召开了台风灾害应变会议，指示各单位做好防台工作。而原先12号开始施打疫苗，卫生局也将通知延后到13号。这个台风还是直接朝向北部的一个方向而来，那我们预计是在明天中午左右对基隆市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现在虽然强度有下修，然后雨量也有一点下修，不过我们还是要严阵以待。那所以要求我们地洼地区的，还有包括我们义烟的一个地区防水闸门还有沙包都必须在今天晚上之前进行堆置。那这个外籍渔工的部分也必须在今天的晚上6点之前一律上岸来做这个避风。严防强降雨，基隆市消防局长陈龙辉一大早前往各分队视察救灾装备准备情形，包括油料加满，设备准备好，随时都可以出动。灿树台风往北直冲，就怕强风降雨，基隆市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而在灿树台风来之前，基隆碧沙渔港游艇区出现了游艇吊挂的难得画面，游艇主人特别集资花钱请来大型的拖吊车进行吊挂作业，减少损失。灿树台风来势汹汹，基隆碧沙渔港游艇区一早大型吊车就来作业，小心翼翼用绳子把游艇牢牢固定，将海面上游艇一一挂上岸边。台风来大的时候，摇晃绳子也会拉扯，很危险的。所以说跳起来比较安全。因为在海上它会碰撞，万一绳子扯断了，会船比较会受伤。业者与船主跟着时间赛跑，眼看台风逐渐往北，就怕从北台湾登陆。今年7月烟花台风来袭，业者也同样先请吊车把游艇吊挂上岸，但这个台风更强，不敢大意。在海上这样怕风浪产生损失，所以我们碧沙渔港经过市政府的协调我们只要每次一台风来它就会安排我们的那个安置的场地那我们就大家请吊车来就把大家的船吊上来。这样这碧沙渔港基本上它设计的关系，这个小船在那个台风期间对他们的安全性是有比较大的危险影响所以这些船家有跟我们说，跟我们来协商，是不是说这个台风期间浪比较危险的时候，我们会有吊上岸，那可以就近的来通风。大伙分工合作，绷紧神经。毕竟一艘游艇造价百万元起跳，千万元更是常见，任何的闪失大家都承担不起。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而基隆七堵幼农也赶在台风前夕抢收文旦。今年受疫情影响，原本秒杀的认养柚子活动，今年首次出现剩余名额。虽然柚子甜度比往年好，但是产量过剩，又遇到台风，农友们是相当的担心。文旦树上结实累累，每一颗文旦都超漂亮。果农采收小心翼翼，力道必须特别拿捏，下手可不能太重。用拇指推一下就好了。一压就掉了。对，距离中秋还有一个多星期，但灿树台风逼近，七堵农友赶紧通知认养人前来采收，就怕台风把文旦吹落，文旦品质受到影响。他说台风来了，怕会落果，所以我们就趁这个台风前先来采收的。怕说掉的话，掉太多了，落果太多的话，我们还是要补它，还是要补给它。有一年台风来的时候，剩不到三分之一。
不仅台风来搅局，今年五月份疫情警戒升为三级，刚好是每年基隆文旦开放认养，民众怕群聚，过去秒杀的认养活动，头一年出现认养不到五成，现在台风来，农场树上全是结实累累的柚子，农友说能抢收多少算多少。去啊吼，就是讲迄、那个前一阵啊有雨水，吼啊，但是这阵要采收期的时吼，拢好天，所以讲伊的甜分拢出来。哦，阿松金冰凉，很甜。像这个采回去哈、哦，放个几礼拜过吼，伊会较嫩蜜，还较好食。往年这个时候，应该老早就满手订单。不过今年买气没有以往热络，农友只能赶紧跟时间赛跑，剩下的只能靠运气。希望台风别造成太大的农损。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昨天灿树台风来袭，外木山出现了大浪，在中和路交流道附近发生了路树倒塌，交通一度受阻。而过去容易淹水的安乐区大武仁地区，商家是忙着设防水闸门，目前是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台风来袭，基隆外木山十二号中午之后，海面风浪逐渐变大，为了防止有民众观浪，岸巡员来回巡逻。公告区。请民众迅速离开，不要风浪变大，大武仁沙滩不断的被大浪拍打，随着风雨越来越明显，观浪民众逐渐离开。而在基隆中和路靠近交流道，下午一点多发生了大树倒塌意外，一度造成两线车道受阻。当地里长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人员前来处理，将树干锯断移除，让双向交通恢复。同样，为了防止淹水，过去经常淹水的基金路，政府安排大型的抽水机进驻，店家一早开始做防台准备，防水闸门纷纷架起，就怕遇上强降雨，大武仁溪河水会暴涨。上深夜的时候会比较严重，所以最好上面打烊之后就赶快把它装起来。灿树台风往北移动，基隆就传出招牌路树倒塌等零星灾情，但民众还是绷紧神经，全力做好防台。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九月九号，台铁因为后置故障影响到6500人次，不过后续客运无法及时调整增班，导致通勤族的行程大受影响。立委蔡适应表示，要求台铁和公路客运业者要建立联合协调汇报机制，及时调整客运班次，协助运输旅客。光客运基隆站满满都是排队人潮，因为台铁发生耗资故障造成班次大误点，结果通勤通学的民众只能自己想办法搭客运。立法院蔡适应直批台铁不能自己宣布误点就算了，他将要求台铁与公路客运业者建立联合协调汇报机制，及时增班疏运通勤旅客。在跟台铁在协调说，我认为未来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台铁跟公路客运业者应该要建立起联合汇报机制了，而不是说台铁误点就台铁自己宣布误点就算了，我认为他应该跟客运业者建立一个协调汇报机制，让客运业者能够因应这样的情况来增加相关的班次。由于国道中山高速公路每到尖峰时段就出现拥塞的情况，蔡适应表示他已经与高速公路局长谈过，从汐止交流道到五堵交流道的拓宽案，目前评估可行，他会努力向行政院争取支持，改善基隆台北间的交通。因为这个公路运输业者事实上最后也是走高速公路嘛，所以适应在这个部分，在日前我跟高速公路局的局长有谈过，我们从这个汐止交流道到这个五堵交流道的拓宽案，目前评估是可行，那接下来就是相关的综合规划等等，那我也会努力协调这个案子在中央行政院能够正式的核定通过，让我们的公路运输能够改善。至于大家关注的基隆捷运案，目前进度持续，他也会督促交通部等单位加速推动，尽早施工，让基北交通可以有更多选择性，降低台铁误点所造成的冲击。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嘉集团关心您。